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在这里宣布，321东航 MU 5735航班，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已全部遇难。 这次事故，深感痛心。对于132名遇难人员，沉痛哀悼。对于遇难者家属，深切慰问。不要求指挥部要求我们经线挖一遍，纬线挖一遍，变个角度再挖一遍。我们现在是让这个调查组确定方向，确定。 Thank you.